这样拿手还哇，你好聪明呢，这么大坑你会自己一直自己啃呢，哎呦你比我想的厉害多了。那是拍录像的。对哦，你好聪明哦，来我们给你做个特辑好不好，小家伙来。波波说 Merry Christmas、来啦，我们教你说话好不好。Merry Christmas， 看我们为你的份上啊。他开始可能那个花生吃不惯，现在吃惯了，牙齿很硬的哦，一下就咬碎了。要不要？没有了，来，我再拿一点花生给他，看来他们要吃花生。给我点啊，我这边没有了，没货了。来，你看那个花生，他现在要花生了，葵花籽他都不要了。光哥，给我拿点花生。哇，挑食啊，花生香是吧？哎，大哥不好，没事，他就啃你的了。哇，好聪明啊！别怕，别怕，别怕，我们不怕你，慢慢啃。他可能跟你还不熟。他头上这个竖起来不是什么意思啊？没意思，没，他有点怕。嗯，对，你没看他凶起来的时候，两边毛竖起来。哎，我们吃这个啊、跟我们熟了，看你是第一次嘛。他楼上小孩都不行。他楼上小孩丢他，他都不吃。哦，跟你们第一次，他怎么会吃的？看我们面善，不是骂人吗？不是啦，他看人吃的香啊，他都没吃了。他看陈宇也面善，还吃，只是比较怕嘛。到时候也觉得他面善，哎呀，走了。不怕不怕不怕，他走了走了走了。啊，等一下可能还会回来。好啦，我看你去当巡兽是算了。我也想看。飞到那边，你嘘嘘两声回来吧。小心啊，然后又来了，他是不是要拿去喂老婆？哎，好棒啊！录像。吃吧。一个爪子提起来。哎。哇，你儿子爱死了。哎呀，真配合啊！我们请你当演员好不好啊？吃饱。哇，一下子叼个三下，一下子叼。太馋了吧！一下叼这么多。这样觉得花生香了，来我来喂它，我来习惯了啊、吃习惯它就会吃。那这个你吃不吃？它这个黑莓好像都不喜欢。黑莓它害怕。我靠，一下你看叼这么多，它怕是不是？自己爪子还会抓住。我你把它放 YouTube 可能点击率会很高。不吃了，不吃黑莓，别给他吃黑莓，这种他不想吃，说明他不爱吃水果。嗯，没有了吧，他要吃坚果类了，硬的。你可以让他磨牙，跟鸡一样，鸡不是有时候还要吞石头到胃里去。嗯，鸟类就是鸟类嘞，我们鸟鸟只吃硬的啊，软的不要吃，硬不吃软啊。哎，我就拿很响啊，走起来。哎，要不要吃？给你不要了，吃饱了。我们最乖啊，我们不要怕啊。要不要啊？乖乖啊，来。还要不要？那个吃完了，那个没有吃完啊，给它打一个大的，让妈妈啃。怎么了？慢慢啃呢。慢慢啃，你饱了，先回家，啊，慢慢吃啊、哦，要用你的毛篮子，我也吃了。
你看这跟人不是一样吗？是啊，这个爪子还这么灵敏。要来抢来了。现在你也习惯了，不怕了。来来来，哎，不要吵架好不好？啊，你要吃是不是？那我去拿了。哎呀，好人难做。嗯。来。你们别跑，他把我手指当那个花生了，那个。你抓我！我！你要不要啊？不可以抓我呀，我们是朋友啊。他没抓我。你要多放会儿。啊？可以被他抓三次。老是咬我大拇指。哎呀，都先回去。先回家里想要淘气，不要咬我咯，不要咬我手指咯。被你咬怕了。他现在可开心，其他两只走了。没人跟他抢，慢慢吃。两个都要，好贪了，没了。